怎么，心痛了？放心，不怎么深，只是看起来吓人罢了。至于为什么受伤，在我查清楚之前，暂时不能告诉你。没什么，只是惊喜地发现某个没心没肺的人终于心疼人了。烈酒洗去残血，剜肉去腐生肌。从处理伤口的角度来讲，这么做没有问题。不疼。别走。今日已经来了，何必再择日？你生气了？我不放。不干什么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真的不觉得疼。不过你要是觉得我疼，那我就疼了。
谢谢你了。上次你帮我包扎的伤口果然包得极好，痊愈的时间都比平日短了不少。下次我要是再被人戳成血葫芦，就要再麻烦掌门大人了。